Hello， 你在做什么？我先说啊，我刚刚吃完饭，刚刚拍了一个穿搭哦，我现在接着拍开箱，可真是劳模呢。现在是开箱，箱呢？这次的快递真的很多很多，因为我过段时间就是月底的时候要出国玩一次。哇，天哪，我第一次出国，就是有点紧张，有点兴奋，就下单了很多出去玩要用到的一些配饰、衣服、一些发巾，就是超多啊！这期大家肯定就是看个爽啊！也还是老规矩，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东西，一定要在弹幕大声说出来，咱们揪十个朋友。上个月的开箱，我月5号去参加活动了，所以就忘记开了。不好意思，朋友们，和这个月的一起放在下个月5号一起开，多揪5个啊，就有25个名额，这机会大大的，大家踊跃参与。我们先来看一些我已经拆过了的东西，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一双这样的靴子，我第一次尝试这种尖筒的靴子，以前就觉得比较的成熟吧，不敢尝试。它这个靴子上面的刺绣就很像一些少数民族衣服上面的那种图案，然后它这个靴筒是非常宽的，所以咱们小腿肚肚有肉的姐妹穿这个也是不会包裹得很紧，还有那种啫喱感会更好看。你赶紧把它放在古着店里面，哎，乍一眼看上去就很像一双绝版了的孤品。然后还有一个是我那天参加索尼活动早上化妆穿的这个粉色的 T 恤，这个是 TCLP 的 Cindy， 人家还是送了我挺多衣服的，他们家衣服质量还挺好的，我很喜欢他们衣服，到手就是闻起来香香的。大家知道我今年就是很喜欢粉色，这个食物其实会更加偏灰点一些，就不是那种嫩粉色，就那种对我们黄皮橄榄皮可能穿上啊会肤色降一个度，它是那种脏脏粉，再配上这种麂皮的面料，就摸起来有点点绒绒的感觉。我经常感觉我穿上这个衣服有点像一头粉皮猪，真的穿这件衣服很好摸。这是一个啥？是一个这样的小罩衫，我记得它的模特图挺辣的，因为它中间完全镂空，就这样的扣子给扣住。这个单穿的话里面可能就只能穿胸贴，我是想着到时候因为要去海滩嘛，然后穿比基尼啥的可以用它当一个小罩衫罩在外边。然后它是这种大网孔的，这还比较的透气。呸，顺丰是且出了卸妆膏，还有洗面奶。他们家的这个老板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用空了两盒，现在回购的都是这个二代的绿的，这个包装质地有升级了，他们升级之后的这个质地呢会更加细腻丝滑一些些，就很像绵软的冰淇淋，在掌心稍微揉几下就能完全的化开啊，接触到脸上不会有那种小颗粒的粗糙感，而且它触水就乳化，瞬间哎就变白了，洗完之后不会觉得脸上有一层膜感啊，很清爽，很适合油皮啊夏天用。其实我用下来我觉得很多平价好用的卸妆膏它们的肤感是能跟上的，但是卸妆力就是会差一些，而它们初代的卸妆力就蛮不错的，像我日常化的这种淡妆啊什么内眼线啥的一遍也能卸得很干净。升级之后呢，就是像那种很难卸的 Kiss Me 的眼线笔，你多揉几下也能卸掉，虽然卸妆力很强吧，但是也不伤皮肤，因为我看他们那个详情页有贴了他们做 SGS 的报告，就米肌痘肌也可以放心使用。还剩下了一些他们家的这个洗面奶，这个的清洁力度也很强，像我平时涂素颜霜嘛，脖子啊身上或者是那种高倍的防晒霜啊，单独用它清洗也够了，也是我用氨基酸洗面奶很难用到那种比较清爽的肤感，而且它只要50块钱，150克，真的很耐用，这套还是很推荐给学生党妹妹的哦。这个我有印象，就买了一个黑色的小裙子，我当时买的时候就很纠结是白色还是黑色，我放一下，大家帮我选一下。我觉得这个白色的很好看，很仙，很适合去海边，但是我感觉这个白色的看他们的图片拍起来有一点点容易皱，就没有黑色这么显质感。假裙撑就是能够让它视觉上看起来更通吧。相机电池，我上次去完活动之后厚着脸皮跟他们的那个 PR 姐姐寄了一下他们的新机啊，就是也签了协议的不能弄坏，但是他们的新机里面没有给我放电池，我自己买。真的，我上一次去索尼那个活动回来之后就是备受打击，也不能说打击吧，就是鼓舞。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看到很多摄影区的大佬分享他们拍摄的一些画面啊，包括跟很多 vlog 博主就是学习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那个画面质感啊是很好，然后我就很想提升一下我的 vlog 的画面质感，就最近就很惆怅。我现在就有点菜鸟，文具多，就觉得是不是我的设备没有跟上，但其实我有那个索尼 A7C 已经很够了，但是我就是不会用，我就是那么好的一个相机在我的手上就是没有发挥出它的优势出来，那就是一个差生疯狂在恶补，比如拍摄啊调色的一些干货。
朋友们等我，只要我想学，我一定能学好。我今年我一定能，我以后就是出去旅游，我的画面会一次比一次好，好吗？大家相信我。啊，两双袜子，是我妈妈来看这种袜子，她就是会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双好好的袜子你不买，你非要买这种破洞、稀里巴拉烂的。外面就是写了二博士。哇，这次又有好多的产品哦，三盒耶！有时候要给大家多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真的很爱他们的产品。这位老师给我寄 PR， 真的是这个我有一罐，然后我还有一罐囤货，这个就啾啾啾，它肤感真的很绝，这个应该是微晶水吧，我也有，那也啾啾啾。这个益生菌面膜我就自己留下了哈，因为我也只有几片了，它妥妥的修护类面膜一级，那也是升级版的。虽然这次是 CD， 但是这一款之前的版本我也真的是自己回购过五六七八次。